哎，没事，我来吧。成，你上车就行。谢谢成导。成导，你真要走啊？不是，导演，您走了我们怎么办？这两天景看的差不多了，你们再跟冯总对对就行了。没事啊。昨晚听见没？那还用问？那么大声，谁能听不见？走吧。琢磨什么呢？别多想了。没什么，程导，我就是觉得薇姐让我来这一趟，是让我跟冯总处好关系，省得后面他又找事情。没想到我来这一趟，反倒彻底把他得罪了。以我对你们商务的了解来看，搞好关系确实非常重要，但实力才是第一位的。搞好关系只能是锦上添花，所以你不用太在意冯文义在想什么，就做好自己。这个事儿冯文义做的有问题，你没有任何毛病。谢谢程导。冯总，您喝多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这冯总，冯总，你就喝个酒，你冯，你冯总，我叫人了，冯总，你叫，如果又没在，你妈的！冯总，程导他们呢？程导他们刚走。走了，是去看景还是回去了？跟刘小西一起回去了。完了，不是宋总，您没事吧？这没事没事，这一觉睡的啊，差点没醒过来。这个，他们订的哪班飞机？动车。对，好极了，快订机票，最近的那一班啊。不是冯总，咱不看景了。哎，看什么呀？快点收拾东西走了。你托我的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。江宏海的公司确实出现了很严重的经济问题。据我调查，他原本欠款一亿多，虽然四处筹钱补上了一些，但目前应该还欠着大几千万吧。说实话，以他公司目前的这种状况，要想再从银行那拿到贷款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如果还不上，他会怎么样？其实对方的态度是关键，最好的方法是私下协商解决。对方一旦起诉，法院将会没收财产，强制执行，那就真的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他会坐牢吗？也有这种可能性。那帮我查一下，目前我名下的现金，还有可以快速转变成现金的资产，到底有多少？没问题，您稍等我一下。哎，辛苦了，回家好好休息休息。走吧，没事。程导，再见。请进。哎，程良，快快快，快坐。怎么样？哎，谢李总。
还行，那个地方倒是挺适合这个综艺的。我看了看景，心里有数了。冯总，你说说。要我说呀，李总，这根本就不是看景的事儿，这是一个团队能不能融洽合作的事儿。我们这看景是怎么安排的呢？一周的时间，现在三天半就回来了。他跟谁打招呼了？他告诉谁了？差不多得了。我为什么提前回来？你心里没数啊？有啊，你飘了呀！啊，哎，你看看。你看看我这条腿，为了看景都伤成什么样了。我并没有要求你学习我这种对工作的态度，但是你撂挑子就走，这合适吗？啊，你要是这么做人做事的话，李总，我建议这导演咱们换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李总，冯总的脚伤呢，是我们去的第一天看景的时候，他非要给自己拍照留念，自个儿摔着了。后来在住的酒店睡了三天吧。你别胡说八道啊！你有没有良心？你大声干什么？心虚啊？我心什么虚啊？你不心虚，让我把话说完。你说，我提前回来，是因为冯总对商务部的小姑娘动手动脚啊，被我发现了。后来我俩起了冲突，所以我回来了。哪个小姑娘？哪个小姑娘？你让我把她名字说出来吗？你血口喷人！李总，别听她的，商务部哪有小姑娘啊？都是孩儿他妈，您说我至于吗？程良，你就编啊，你就编！我问你，你跟姚薇结婚的事儿，谁给你压下来的？是不是李总？你就这么回馈公司吗？这个节目要是不换制片人，我就不干了。嘿，别吵了，都别激动了，吵吵什么？两个大男人争来争去有意思吗？你们俩都是为了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优秀员工，这之前一直合作的不是挺好吗？哎，怎么现在因为一件小事情啊，就嚷嚷着这个不干那个不干了？还有，公司不喜欢带有威胁色彩的沟通方式。你们俩刚才说的事儿，公司会展开调查的。但是现在总不能因为你说你的理，他说他的理就给评判了吧？等调查出来再说。再一个，节目已经立项，马上就开始了。李总，我不干了。哎，还不是，程良。你是不是真以为公司离不开你了啊？哎，李总，你说他是不是飘了？是不是？气死了！演技大赛那时候，你一天到晚搞艺术，不知道咱们拍的是综艺吗？啊，那个节目如果不是按照我的理念剪，就糊了，自己心里没数吗？这个太气人了！你，哎，人家李总刚才都说了，别拿这套来威胁公司，没听懂吗？好了，你小声点行吗？别激动啊！这太气人了。之前我跟姚薇的事儿给公司添了不少麻烦，实在不想再难为公司了。现在她怀孕了，我也需要时间多照顾家里。工作的事情我会尽快交接。哎，程良，猜出去姐，不能生人。哎，你再考虑考虑。哎呀，李总，您别拦着，你走，你走，我还就不信了。太气人了，狂了！冯毅，干嘛？小韩，你那脚别穿帮了，好好养伤啊！我不伺候了。你，啊，李总，这给我气的，我连腿疼都忘了。哎呦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我血压肯定上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李总，我可能要请两天病假。哎，呀。哎呦哎呦，小妈妈了吧，来妈妈抱。哎呦，
大宝想妈妈了。哎呦，大宝这两天乖吗？可乖了，他一点都不闹，可懂事了。他辅食吃的好吗？吃的可好了，中午吃了一大碗的米粉。超宝，你看妈妈回来了吧。哎呀，我想去个洗手间。行行行，妈妈去洗手间喽。妈妈回来，待会儿抱你。啊，妈妈去洗手间啊。这是，你别碰，小心烫。怎么这是？人不是出来了吗？嗯。真是回扣了？没有。曹达确实拉拢过他，但被他拒绝了。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这人可以。干嘛呢？这么愁眉苦脸的，是他没拿下你啊，还是你没拿下他呀？哎呀，没有呀，没有啊。爱情的转换，接个电话去。接电话的时候温柔一点啊。今天碰了什么人呢？哎呦，媳妇儿回来了，景看完了。嗯。大宝呢？刚哄睡着。看把我媳妇儿累的。今天让你好好享受一下你老公正宗的王室 SPA。来，怎么样？这手法这力度，专业吗？还行吧。咋啦？出差顺利不？老公啊，嗯，你说我要是辞职能行吗？不干了？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觉得特别累，不想干了。嗨，那咱就不干了呗。老公养你，我认真的。哦，算了算了，咱们请个保姆，一个月7000，大宝的奶粉尿不湿差不多3000，这房租6000，再来日常开销节约点，算了3000吧。卡里还有30万，赚工资炒点股。这挺个一年半两年都没问题，咱们家中产阶级不干。你是不是对中产阶级有点误解呀？哎，但是啊，媳妇儿有个事儿，你要是现在不干了，两年之后再找工作可能有点难了。我们公司那实习生啊，乌泱乌泱的，工作能力跟我差不多，而且都是名牌大学毕业，我呢也就是比他们多2年工作经验。咱们现在要是从坑里跳出去，2年之后，人家未必把坑还你。但是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，媳妇，敢于原地踏步的人才是最勇敢的。
原地原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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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地踏步最勇敢，媳妇儿你不想干咱们就不干，明天睡到十点半，以后老公让你吃软饭啊。虽然别人比我们有家产，但他们的焦虑要翻你好几番，以后你的心态冷静平淡释然，强过他们赚了几百万。你看看你把大宝唱醒了，你可小点声，你可长点心吧。我儿子要吃晚饭，我顺道哄下大宝。喂，安心，你下班了？那我现在过去接你啊。嗯，不要了，我今天临时有点事。哦，那没事儿，那你先忙。嗯，那啊，你那边需不需要帮忙什么的呀？不需要的。好，嗯，没事儿，你先忙。嗯，拜拜。嗯，好。小迪，嗯，安心阿姨公司临时有点事情，晚上就我们两个吃饭好不好？嗯，那他晚点能过来吗？晚点的时候爸爸再问问他好不好？好吧，走。喂，李婉，在哪儿呢？一起吃个饭呗。嗯，好啊。那行，一会儿见。行，那一会儿见，拜拜。走走走。所以说曹达这次肯定是凉了呗。还不知道呢，但我估计我应该凉了吧。你没事儿，相信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好吗？公平公正，保好人平安。安心最近有联系你吗？联系我了，怎么了？江宏凯出事儿了，欠了很多钱，这次是真的真欠了。然后安心问我他那理财输出的事儿，我估计他是想帮他。哎，所以说这女人就容易为情所困，容易让爱情冲昏了头脑。江宏凯当时是怎么坑他的？他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痛，关键是他这一次未必能缓得过来，他这些钱很有可能就打水漂了。他还真是挺大度的，这江宏凯连孩子都有了，他还余情未了，这何必呢？都还好吧？不错。你呢？孩子快生了吧？是我不好。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对。老赵已经找过我了。公司出了点问题，有点麻烦。这叫一语成谶吗？所以说人是不能总说谎话的呀，谎话说多了容易成真。我不担心吧。你挺好的就好。爸爸那边都挺好的。你要多少？
恐怕得几千万。啊，如果你不方便的话也没关系，这件事情本就不应该来找你说的，主要是张总那边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，利息要比银行的高，我本来就拿去理财的，现在拿出来会有损失。没问题，你说多少就多少，但凡公司能够缓过劲来，我第一笔钱就还给你。回头我让理财顾问出份合约发给你。谢谢你，阿琴。阿琴，我呢帮你是因为你是个做生意的材料，我现在是投资人喽，你如果把钱都亏了的话，我也会公事公办的。怎么就回来了？场地不行啊？没有。咋的了？我辞职了。抱抱。不开心就不干了，你早就不想干了吧？哎呀，你们怎么连门都没锁呢？哎呀呀呀呀！哦，我好像老花镜忘带了，一会儿没法看股票了。啊，你们都回来了，水果放这儿了啊。我得回去浇花了，家里的花十天没浇了。没浇没浇呗，现在花都坚强。你说那是仙人掌吧？哼。爸，明天走吧，明天我送你，现在堵车呢。哎，楼下就是地铁，方便，很快就到家了。啊，对了，我明天啊，我在家准备一下，后天你产检是吧？嗯。记得啊，产检完了回家吃饭。好，我走了啊！哎，水果别忘了。嗯。陪你续二个啤酒？我喝果汁。住了，哎，没事儿，啊，睡去，别在这挺着了。啊？不，动物世界了，没什么可看的，睡觉。好好吃呀，那怎么吃呀？行了，你也别在这坐着。哎呦，我天哪！妈，
这么晚回来？嗯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啊。安阳呢？那在屋里。安阳，爸。安阳，安阳。哟，小点声，佳佳刚睡着。姐回来了。姐来了。哎，什么事儿的？啊？来，小吉。我今天啊，去咨询了一个保险经纪人，然后呢，我觉得这个方案挺适合咱们家的，是个家庭套餐，你们看看，要是觉得合适，早点定起来。保险咱们家不是买过了吗？不是医疗保险，看看就知道。哎呦，这保险好啊，相当于每个人每月能拿一份工资哎。看看看看看看看。哎呦。佳佳是拿最多的呀，哪儿呢？哪个？这儿。这孩子上学呀，是件大事儿，所以佳佳的保险啊，除了最基本的那个生活费以外，还包含一份成长教育基金。这笔基金可以供他一直读到大学的。闺女，嗯，好啊，你看，养闺女有用吗？那当然了，咱们就都踏踏实实的。我走了吗？哎，吃饭了吗？吃了，什么点儿了？哎姐，我陪你吃点夜宵吧。啊，不吃夜宵不健康。你也不许吃啊。哦，姐，我送你。我去，我去送送。不用，你慢点，天都黑了。姐，慢点啊。啊，知道了，定起来早点到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走，慢点啊。啊嗯，拜拜，姐，拜拜。让我看看吧，别让妈看看。不对劲儿啊，爸。嗯。怎么了？怎么不对劲儿啊？哦，那天我去说了他一通，想通了。不可能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说呀。我姐不会是得什么病了吧？生什么病了？严重。不是，这怎么了？这是。我就是一猜呀。我猜点别的呢。那你说他什么事都没有，怎么突然变化这么大呀？哎，你干嘛去了？就问问他。不是，行，别，你别问了。万一真是我姐想通了呢？您这一问，我姐又不乐意了，回头保险不给咱们买，太冒险了。坐坐坐坐。哎呦喂，怎么回事？这样，啊，明天早上你给他送菜的时候打他打他。那行，我好好问他。送点菜，别送你这破咸菜，这都致癌。谁送破咸菜？我送的菜那咸菜，咱们家吃了好几十年了，也没什么。妈，那癌症潜伏期好几十年呢，那不能送点好的吗？送点新鲜蔬菜。妈，您怎么了？得什么病了？我什么得什么病啊？你好好的交代什么后事？哎呀，别，不是，你跟妈说啊，不管出什么事儿，不管你得了什么病，妈妈都能承受得了。妈，您说什么呢？都哪跟哪儿啊？我好着呢。真的吗？真的呀，我是定好着呢，什么事儿都没有啊。你想什么呢？那你干嘛一？给我们买那么多保险呀！哎呀妈，您别大惊小怪的。我对你们好不行啊，要不然我爸跟安阳老说我抠门儿。你听他们的呢，你这些年你对家里好，做了那么多贡献，我们都这心里是记着呢。嗯。到底是为什么呀？那我就跟您说了啊，嗯，行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咖啡好了。啊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姐，下午那海边，你带着我呗，姐。我发誓啊，姐，跟完这个项目，
我真是专家了。我做了一个向往的海边的方案，维姐要的，一会儿你要有空帮我看看呗，看看有什么要改的。啊，良心，维姐，维姐，走，跟我下来走走去。好啊。哎呀，这办公室做，家里做，各种地方做，是该动换动换哈。是啊，过了四个月之后，就得适当的动一动了。那事儿陈亮跟我说了啊，冯文义那人就是个垃圾。这事儿也是怪我不好，考虑太少了，我真没想到他胆子会那么大。姐，要不我辞职吧？干嘛呀？但要辞也是他辞，凭什么你辞啊？姐，你让我去跟冯文义搞好关系，可结果呢，更加恶化了。我要是在公司继续待下去，那他不可能再把这个案子给我们了。哎呀，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啊，但是这件事儿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首先啊，这件事的确是冯文义做错了，我会跟上面汇报的。那领导又不是傻子，都是明眼人，谁对谁错他们分得清楚。再一个，咱们综艺部给不给我们商务部项目，跟不跟我们合作，那也不是冯文义人说了算呀。你不用那么自责，那谁去谁落还不一定呢。姐，说实话，我现在一上班我心里就打怵。我还忘了跟你说了，以后这向往的海边，还有所有跟冯文义相关的项目，我都交给曾耀成了。他怎么能连曾耀成都惦记呢？没事儿，你也放心，以后呢，我也会给你其他的好项目让你跟的，好吗？谢谢。哦，还有一个，总部昨天给我发邮件了，说是要升你当小组长了。然后会给你涨30%的工资，啊！所以这个辞职的事儿，是不是得好好想想，别那么快下决定，好吗？好的，姐。小西，你回来了。来，正好刚买的，给你。谢谢啊。你不是去海边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啊，那个跟综艺部有点事情没协调好。是不是跟冯文义没协调好？你听说什么了？还用我听说什么吗？我就知道这冯文义，狗改不了吃屎。你也被他骚扰吧？这老小子，我看我上次给他教训还是不够大啊，一封不够，我还能接着写。你是不是给上面发邮件了？你觉得一封检举信能起什么作用啊？太可笑了，性骚扰。那封举报信是你写的？嗯，那路不平总得有人铲吧。早就看这个老色皮不顺眼了，这次他还敢欺负你，等着吧，我会一直写下去的。就算了吧，你不怕他搞事情搞到你身上？我还怕他？就算他搞到我这儿，大不了回家生二胎去呗。不是，
明明他错了，我们又没错，谁怕谁啊？行，等以后我有空了，我也反手一封举报信，咱们一起写。谢谢。没事啊，你尝尝那个好喝。喂。哎，嫂子，嫂子。这个合同吧，我和你的那个财务顾问都对过了，已经发给你了，你看了吗？没问题吧？嗯。啊，老姜说这个利息啊，咱们还能再提高一点。那您看看咱们这个合同要不要再改改？不用了，就这样吧。哎呦，大气！上哪找像嫂子那么大气的人呢？这要换了别人，一定会变本加厉，狠宰一刀啊，嫂子。通过这点，我就从心底特别的崇拜您，佩服您啊。我现在上班呢，我们回头再说吧。哦，那嫂子，我那个长话短说，长话短说啊。老姜，他呢现在挺着急的，他意思这个合同啊，今天能不能签了？所以呢，我就给您打电话问问您这边方不方便。嗯，等下班吧。行啊，太可以了，嫂子，您真的是太给力了。那就这样啊，嗯，挂了。糊涂啊，糊涂啊，糊涂！哎呀，糊涂，糊涂，真糊涂！来，排排脚，来，排排排排。哎呀，就知道拖拖拖拖，你就知道拖，现在是拖地的时候吗？什么都不干，瞎嚷嚷。我嚷嚷怎么了？你闺女遗传你了，傻，傻透顶了。欣欣是咱们家学历最高的，你呢？小学。我初二，初二，二，说多少遍了？这钱是欣欣自己的，那爱怎么着怎么着吧，他自己心里有数。有什么数？陆啊，什么情况啊？陆啊，什么情况啊？叔叔，我刚才在锻炼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看到微信。前两天的事情实在是对不起啊，我临时有点事情，我还想说当面跟您道歉呢。那就当面吧，把你家地址发过来。老陈啊，哎，老侯，那个我改了一稿啊，你给我个邮箱，我发你。哎呀，太靠谱了，程导啊，太靠谱了。没问题，我那个我马上发你啊，然后我尽快看。看完了之后，咱见面聊呗。行，好嘞，我挂了啊。好嘞，哎。哎，我说，我干活那家女的呀，太可怜了，年纪轻轻的，长得也不错，这生完孩子呀，天天在家忙里忙外的。可他家那男的呢，放着年轻的媳妇儿不要，非喜欢老太太，处的那对象啊，比
比我还老公。哎，阿姨，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哎，这就是小王媳妇儿啊！哎呦，长得好漂亮啊！大宝啊，对了，阿姨，刚刚王伟给我发信息说他已经回家了，你把大宝交给他就好了，怎么还在这等着呀？嗯，那我不是懒得上去吗？那我走了啊。哎，姐儿几个，明天见啊！啊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别说。好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哎，他是害怕你家小王。我们家王伟有什么好怕的呀？你不说今天吃喝了？是是是。好了，大宝，咱们回家了。宝贝，宝贝，宝贝，我家宝贝哭了，哭了，哭了。哎，你今天回家就得挨揍死。真狠。厕所，你有上厕所呢？没有。没有干嘛呢？躲着打游戏呢？也没有。那你赶紧出来呀、啊！出来了，出来了。等妈妈这儿来。哎，你怎么阿姨了？你是说他了还是跟他吵架了？没有啊，怎么了又？哎，没有，为什么都说他怕你了？